早夸爹，我们很平，还有个台呢。走吧走吧。干嘛干嘛？再快一点，外面还有人等着呢。关我什么事？等着，你们都等着，我还等着呢。我叫你滚。晚了点钟了。走吧走吧，干嘛干嘛？再快一点，外面还有人等着呢。关我什么事？等着，你们都等着，我还等着呢。我叫你滚！晚了点钟了。那个不收费的，那个就是一个路口，网红打卡，应该是属于街道在负责的。如果说大家都愿意在那边聚集的话，一般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约束他们什么的。它是不收费的，它其实就是一条道路了，基本上是那一块会比较热闹。